每个人会带三名男队员来进行我们的通拳关挑战。还是老规矩，你们谁的队员能够跑得比较多的过关，一比一 PK 嘛，全队胜利，可以得到我们华帝厨卫提供的小礼品。但是输的那一位，我们的队长要受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啊。哎，苏文海。哎，啊，是啊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了，来来来。好。哎。这个是2009年最潮的那个打扮的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是配合我们那个比较热门的一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是吗？是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不有一些小鬼啊，什么头发有很多颜色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输了的话，这个要戴多久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悠悠，我帅吗？哇，从来没有这么帅，这样你最帅。还有一个没有戴上。哎，你有看过《独眼龙的猪》吗？我跟你讲，来来来来，换个拿走。哎，对，这样子。来，两位美女，现在看着还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如果你们的队员输了的话，那位队长就要打扮成这样。有压力了吧？现在不像个人了，必须挑中气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介绍你的队员出来啊，你们的命运就在你们的队员身上了。来，欢迎我们六位队员。身后你看都是帅哥，你们给他们加油打气，要用很可爱、很撒娇的方式帮他们加油啊！谁先来？模仿你是个优秀的志玲姐姐，那志玲姐姐的风格哈，来志玲姐姐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给你一个志玲式的拥抱。我估计他可能跑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看看，他汗出的，他汗出的，他很有可能跑不动了。我天哪！我你怎么办？佳佳不能输给他，功力好强。不是就是模仿吗？不能输给他，就是那什么志玲姐姐嘛，志玲姐姐，我还会什么？祝大家事业长虹，工作长虹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最后是什么动作？好了，佳佳队的第一位队员，请准备。Just go！ 好，加油！好，来快，作为队长，赶紧给他鼓励，让他能够直接。哎，还要往前冲啊！你还要往前去哪里啊？我们这位是来自长沙精神病医院的医生。他是速度快一点。好。文海。哎。啊，厉害哦！这样吧，我觉得你到他们那儿去都不用挂号了，直接给你留了一个 VIP 的专房。他说我如果过去，给我10年免费啊。现在佳佳队的已经来到了第四关，来顺着箭头的方向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来佳佳佳佳，给你队员鼓励一下，小心你的脚缩脚，哎呦，来刘云派出的是谁？